我的妈，这谁呀？这是啊，这不是我们亲爱的辉哥哥吗？没想到连你来光顾我的小摊子了。说吧，想买啥？浪哥，给我来483.6万的 UFO。好家伙，不愧是兄弟啊，一上来就给我整个大活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除了我，你们谁见过摆地摊卖 UFO 的？来来，看咱们这艘 UFO 总共值多少钱啊？2000万。可是辉哥只要483万的呀，啊，这有点难办了呀。没事，浪哥，都是兄弟，你看着来吧。妥了，辉哥，都是兄弟，我指定不能坑你啊。这艘 UFO 最宝贵的地方，哎，我就全都给你啦。浪哥，给我来450块的圆骨龙蛋。哎呦，这辉哥前脚刚走，玉儿这也来了，还要什么圆骨龙蛋？好家伙！像你们两个这种奇葩要求啊，也就是我换到其他商贩啊，早就赶你们走了。不过你花450块钱就要买一个圆骨龙蛋，怕不是只能买它一点点的蛋壳碎屑吧？不是吧，我这一个圆骨龙蛋才值1000块，那还不如隔壁的一只科尔鸭。假的吧这是？来兄弟们，想必大家呢刚才都注意到这个表情了吧。哎，那大家呀，只需要在评论区输入括号呆呆狗，就可以解锁这个新的隐藏表情了，快去试一试吧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既然玉儿想要呢，那咱们必须满足他。喏，正正好好450块的远古龙蛋壳。哟，忙着呢浪哥。嘿，今天怎么回事，来居然全都是熟人啊，你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坑人嘛？啊呸，是怎么好意思卖货嘛？浪哥，给我装4吨的五行山。OK， 来兄弟们，赌上浪哥我的声誉，今天呢咱们就给他来一个一刀切，让狒狒兄弟见识见识。哎，要是浪哥这一刀呢正好是4吨，那大家呢就给浪哥的视频来个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。那如果重量不对呢，你们就可以尽情的发电摇嘲讽浪哥我哈，浪哥呢绝对不会使用电摇反弹的。好，来灵念断绝，这个就叫专业。嘿嘿，怎么样兄弟们，接下来可就看你们的了啊，上赞上赞。浪哥，我要5.5块的螺蛳粉。乖乖，秀妹子居然也来了啊，来看看啊，我这一碗螺蛳粉需要30块钱，但是秀妹子呢只带了5.5块啊，你这让我有点难办呢，要不然我先吃24.5块的。咦，你恶不恶心啊？啊，行吧，那既然那样不行，那咱就换个方法。看好了啊，5.5块，咱们童叟无欺。What the fuck？ 我去，什么情况啊？没人了是吗？怎么连我自己都来买我自己的东西了？啊，还有什么鲱鱼罐头？好家伙，啊，我的口味有那么重吗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好，想要鲱鱼罐头是吧？虽然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但咱们小队的规矩不能忘啊！来，给你点铁皮，回去做做味吧。呀啊，多了啊！那个，稍等啊，咱百年老店诚信为本啊，对于顾客那是一视同仁，也不能偏袒我自己啊。OK， 正正好好，下一位。哟，咋回事？这俩人怎么发这么大火？哎，浪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来给我们出个主意。我俩准备一起出去度蜜月，是出去玩。但是我呢想去曹县听说唱，他却想去礼堂看雪山，可这就一艘飞机，那这怎么搞啊？这哦，懂，兄弟，我懂了啊，这太好说了。来，我把飞机切2半，你们各自飞一边。What the fuck？小伙伴们，快快快，一起上个赞，祝他们旅途愉快！去你的吧！